的他。哎呦，我卖怪好的嘞，都这么穷了，三天都吃不起一根罐头，还可养我，他可真好哦。你听妈妈说，今天来家里的那个姨姨说的都是骗你的，什么300平的大房子，还单独给你一个房间。妈妈告诉你，她就是纯纯在吹牛，咱们家比她家大多了。哎，你拿着吗？全刷吗？哎，不好意思。带你出去兜兜风，然后一起去海边。你听妈妈说，今天来家里的那个姨姨说的都是骗你的，什么300平的大房子，还单独给你一个房间。妈妈告诉你，她就是纯纯在吹牛，咱们家比她家大多了。如果爱上你的笑容，要怎么收场，要怎么拥有。请问一下，是所有狗子转头的时候脸上的肉都会挤眉眼睛吗？姨姨们，妈妈说我头像卡车，那俺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，但是俺喜欢这个头型。你脖子不累吗？天天上面顶个猪头，你个大猪头笨的。请问一下，是所有狗子转头的时候脸上的肉都会挤眉眼睛吗？炸风干鸭脖子，一包四根，每根20厘米左右，嘎嘣脆，既解馋又磨牙还降火，酥脆易消化，无负担，啥玩意儿给我也整两口。